结婚是人生大事，关键点在于求婚。求婚的手法怎么做才能抱得美人归？在球场意外求婚，惊讶的不只是女方。除了真心诚意的求婚，再加上搞怪因素，也有加分效果。再注意看看女主角的反应。求婚也要看女方的心脏够不够强。把他抓出来，快点！把他抓出来，快点！女主角被男友的求婚吓到，不断要绕跑。不止女生会被吓到，男生面对女生突然的下跪求婚，也会措手不及。求婚的方式千奇百怪，可是最简单的方式往往最令人感动。Is grow old with you. I'll get you medicine when your tummy aches. Build you a fire if the furnace breaks. Oh, it could be so nice growing old with you. I'll miss you, kiss you.记者黄怡静、苏焕君综合报道。